我们在这一节看一下，在综艺节目中这种放射性的线条是怎么样做的。这边预览一下这个效果，当然有黑色和白色两种。首先这边你要导入你的视频或者是图片作为你的元素，那我这边呢就导入一个背景的壁纸作为整个合成，这边新建到合成。那我们要做出这个射线的话呢，很简单，我们直接在上边新建一个纯色层，确定。那么在效果中我们加入分形杂色，当然这边我们搜索一下杂色可以直接找到这个效果。你需要定义一下它的宽度和高度，变换中取消统一缩放，那我们宽度就调到最小，比如20左右，高度呢我们不限，一直往过去拉，拉到很大，然后还可以继续去拉。那这边你可以呢拉到600，然后你在这边拖动数值还可以继续去加。那加多大，加成这种射线的感觉，那我们看到现在变成了线条，但是它还没有任何对比度和亮度，所以不明显。那我们这边对比度给它加强一点，这个效果就更明显一点。我们再加到200多先看一下，然后亮度可以适当的先降低一点，这样子就有了线条的感觉。通过我们设置演化，然后可以看到树状的线条就出现了。我们给它设置一个表达式，按住 Alt 或者苹果的 OPT Option 点击，我们用一个 Time 乘以1000这样的一个大的运动范围，可以看一下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。那这个时候它不是圆形，我们就在这个纯色上加一个极坐标，极坐标会直接把它变成一个圆形，这个在扭曲中极坐标。那杂色暂时隐藏一下，极坐标我们将它改成矩形到极限，这边加一下数量，这个圆形就出现了。但是圆形还不够大，那我们这边可以把它缩放一下，选中你的纯色层，按一下 S 键缩放，放大一点，这就是我们的这个圆形。那黑色的话我可以用这个屏幕模式将它过滤掉，但是射线中间还没有这个洞，怎么样把洞做出来，选中图层，用钢笔工具你就任意的画一个这种不规则的形状，闭合一下。这个模板我们删除一下，因为有这个分形杂色加上极坐标，蒙版没有正常显示。我们将这个层给它愈合成一下，然后属性移动到内部确定。这样子我的合成还需要再次使用屏幕叠加一下。那你这个时候再去画这个不规则蒙版的话，我就随机画了，比如这样的一个形状，你就看到这个区域就生效了。那我们需要把蒙版展开，这边给它翻转一下，你就得到了外边的区域。那我这边就适当的做出一个有棱有角的这样的一个蒙版，然后边缘比较生硬，我们在这边给它加点羽化，你就看到了这个效果。如果蒙版不够大，双击我们再把它放大一点，往中间放一点，比如说你要定位到这个人物的主体的位置，看一下羽化的数值，选择蒙版，然后看一下数值，这是我们中间的区域。但是杂色的这个重点区域呢并没有在中心，这边我们再放大一点。如果你要移动的话，就需要整个图层在内部呢都去移动，选中我们这个图层去移动了，我们这边就稍微往右一点，回到这边它就会定到这里。那我们在播放的时候就可以看到这个效果。那这个蒙版可以再移动一下，再放大一点。所以很多综艺中都会做这种射线去集中这个范围，这是白色的线段。那我们在内部如果觉得不够强烈的话，可以增强对比度，增强亮度，射线呢又会有变化，然后回到外边。那有人会说这个黑色怎么样去做，方法很简单，我们只需要呢在这边选择你上边的合成，选择一个反向的命令，这边我们中文可能找不到，我们进入到通道，这边在这个官方翻译成了声道，那这边在这边我们选择一个反向，这边叫翻转，加到你的上边，整个图像就出现了黑色。但是图层黄模式要变更一下，因为屏幕是过滤绿色的，现在你要过滤白色，改成相乘，那你就得到了相反黑色的这个效果。我们觉得这个场景可能黑色会更漂亮一点。
这是我们看到在综艺中经常会用到的射线。